刃牙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只不过是想喝一杯父亲泡的咖啡。可结果永次郎却气得直接把桌子撕成了两半，并且永次郎表示，如果想喝到他亲手泡的咖啡，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按着他的脑袋逼他去泡。就在刚刚，刃牙像往常一样训练完泡着咖啡，可突然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直冲他的天灵盖，而这正是范马家族独有的特殊能力。刃牙已经感知到了父亲永次郎的到来。 并且随着永次郎的一步步的靠近，刃牙的感受也愈发的强烈。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仅是转身的功夫，永次郎就已坐在了屋内。刃牙恭敬的将咖啡递给父亲，永次郎没有说话，而是端起咖啡一饮而尽。当杯子放下后，永次郎开口询问刃牙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父子关系吗？被父亲这么一问，刃牙顿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可能这就是他所期待的样子。然而永次郎却一眼看出了刃牙是在说谎。既然如此，刃牙也只好坦诚地说出内心的想法。他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自己的父亲，哪怕是一秒钟都没有停止恐惧、崇拜、敬佩。 还有憎恨，在他看来，父子之间的吵架可不是像比赛那样约定好时间和地点，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口角，最终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从而大打出手。听完刃牙的话，永次郎也终于明白了。刃牙惊呆了。 没想到永次郎发火的理由这么刁钻，吓得他连忙跪在地上给父亲道歉。刃牙这顿操作直接给永次郎整不会，看着刃牙如此虔诚的道歉，永次郎不禁感慨：难道这就是父子子孝吗？可就在永次郎感动之时，刃牙却立马换了一副嘴脸。他开始调侃永次郎：如果咖啡真的不好喝，那他又怎么会两口全部喝完？被拆穿的永次郎顿时感觉没了面子。 可谁知刃牙非但没有停手，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加无理的要求，那就是他想喝一次永次郎亲手泡的咖啡。这下永次郎是彻底被激怒。 如果刃牙能够做到，别说是泡咖啡了，就算是让他永次郎做饭也是没有问题。永次郎走后，看着满地的狼藉，刃牙竟然感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地，顿时一股强烈的屈辱涌上心头。刃牙连忙冲出房间，对着永次郎喊道。 第二天，刃牙将撕烂的桌子重新拼好，因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为此刃牙将学习了2年半的厨艺全都展现了出来。不出片刻就做好了满满一大桌子的美食。可突然，刃牙察觉到异常，回头一看，永次郎已经出现在门口。然而刃牙并没有感到意外，因为他相信父亲一定会来。万众期待下，地表最强父子饭局终于开始。只见永次郎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，随后拿起碗筷就开始大口吃了起来。刃牙满脸的不敢相信，这还是他所认识的范马永次郎。就在刃牙一脸茫然的时候，突然永次郎开口打断了刃牙，他像个慈祥的老父亲一样，耐心地教育刃牙吃饭的时候不能三心二意，要对眼前的食物充满感激之心，这是最基本的尊重。如此一本正经的教导，让刃牙一时间不知所措。 可接着，永次郎居然开始关心起刃牙的身体。听完父亲的话，刃牙甚至都快要哭了。 他没想到能够徒手接子弹的猛男，拿起筷子来却是如此的优雅。自己不懂得诸多礼，父亲永次郎却是如此熟练的掌握，这是刃牙第一次因永次郎是自己的父亲而感到深深的自豪。吃完饭，永次郎再次向刃牙深深的鞠了一躬。这一刻，永次郎不再是什么地表最强生物，他仅仅是刃牙的父亲罢了。刃牙深深的叹了口气，他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个请求，那就是想让范马永次郎帮他洗碗。 可当刃牙回过头时，却惊讶地发现，永次郎已经握紧拳头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可令刃牙意想不到的是，永次郎竟然提出想要以猜拳的方式来决定谁来洗碗。既然如此，刃牙也只好答应。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赢了父亲而感到庆幸的时候，永次郎这老灯却微微一笑，接着永次郎用手指夹住刃牙的拳头，然后猛地发力。